开始为犹太人的生命的时阵，当犹太人已经得到自由，换希多拉这边的人咧用对杀，即犹太人怎写一张批，甲因讲讲，即是甲因救的人，咱有看到，拄只只的人，伊讲辛德勒，伊讲我若卖遐敖开钱，我会用加救两个人，会用加救足济人。我若这台车甲卖掉，我会使加救十个人。吼、哦，讲到伊自责，讲哇，我是安那，我都救遐济人，拢无爱去甲救，拢怎放了去？我相信伊做了足济足济啊。但是伊有原自责，伊讲我若会当甲这家手指甲卖掉，会使过一个人的命呢？一个人呢？伊特别强调一个人的生命。我相信，这伫马先生看了后，伊的心情毋知啥物款。伊去甲小林村，迄数万人的性命，伊拢甲当作讲啊，这我会把你们当人看。所以，这种人伊毋知性命价值伫倒位。所以，伫咱遮，我相信你这个影片，我每一集我拢会爱去一直互看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。当你那计划内底，你的心灵内底，我都彼此相听。咱这个气力是哪来哪大？嗯，慢慢转去了后，用将这个心情看到，咱明仔开始教育咱的后一代。咱今仔上课到这，好，谢谢。今日。休困十分钟。